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Hello， 预备完成晋级了，你要卖多少又来了？等一下，这是要干嘛？这不是你要卖多少吧？这应该是报废剩多少吧？好啦，这一台呢是这个，我也忘记什么时候了，被我们遗忘的角落放了很久。当初客人是跟我们换车的，那本来想说呢，是不是最近公司车子在盘整，想说要把它报废掉，但报废掉又可惜，感觉哦，报废一台车的生命就终结了。还是一平把你报废掉？不要了啊，有那种终结感，对不对？会莫名有那种惆怅感，这个就好像下定决心要发安乐死一样，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。所以呢，秉持了能救这就救的精神，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台车还有没有救，好不好？我们让观众朋友留言来决定，有救我们就救，没救就报废掉。我跟你讲，观众朋友一定是他妈的报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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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一个极端的，开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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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花下去花下去就对了。这车现在市场上应该产值也不高了啦。2006年的福特 Focus 第二代的，这个当初大家可以去找以前的影片放下，我跟阿呆的那个也是逼近百万观看呢，就差5万，赶快去看，凑满100万怎样？再改一台。代表 Focus 在那个时候还是蛮多人还蛮有兴趣的一台车啦。可是呢，它到了2.5代就没有手牌了嘛，3代也没有了嘛，你只能买 ST 啊，4代也没有手牌啦。身为一个老屁股，舍不得这个车子就这样被时代的洪流淘汰掉，以后再也买不到手牌车，甚至更久的以后，可能你也许再也买不到汽油车了。你等得到，我可能等不到。为什么要嘴巴嚼一下？年纪的问哦，嘴巴嚼一下是不是刚好刚刚吃的东西跑出来了？想说再反刍一下吞进去。妈的，你看我的动作干什么？你回话，你倒是回话。你看我的动作干什么？带大家看一下2006年的，因为这台车是手牌的哦。当初这个手牌车呢，它就有这个类似赛车椅哦。另外再来中间坑啊，好，中间是这个赛车布的，好，还有 Focus S 的字样，好哦。另外再韩多鲁，哎呦。好了，首先我们先看一下引擎如何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么久这个门蛮扎实的。Benz，Mature Star， 太久没有估二代，二代没有引擎室啦，二代的引擎室开启在这。哎、欸，你看这个深估啦。生态圈，生态自然生态圈，这个再约莫再给它一段时间哦，它应该可以长成灵芝啊！哎呀呀，你知道？不知道。哎呀呀，你没熟悉灵芝草人？哎呀呀，你没熟悉？我不知道。潘银子，你知道像吗？哎、欸，我知道哎、欸，娃娃哦，娃娃是长堤上的傻瓜，你是嘞？我在长堤上等着你，天空正好下着毛毛雨。哎、欸，这是娃娃金志娟。太久了，我们先看一下外观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你看这外观哦、喔，你看这里，我这都破掉了，你看，这叫托比王啊，哇，好啊，这个叶子板也都裂开了，重点是它的引擎盖有一个很大的凹痕，有哎、欸，天哪、啊，哦，然后来这边后照镜哦，也都生锈了，不过这一代的铝圈啊，我是觉得还蛮好看的，我喜欢这种多辐式的铝圈，这种多辐式的铝圈，我觉得。整理一下应该是蛮好看的。哇、哦啊，这下那啦，哎呦，哎、欸，那呢？哎、欸、，GTR 呢 ？S2.0 呢？啊，这怎样？哎、欸，它这个为什么会是这种形状的哈、啊？爆裂纹。Oh my god！ 好、哦、啊，这边还不知道为什么贴了这个贴纸，之前可能换前挡，然后这里还生锈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么烂过来啊？哎、欸，对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先解释一下，这我们的车了哈、哦，这已经跟客人换回来很久了，不是我们在弄人家的车。好不好？如果你是晚一点才进来直播的观众朋友，我这边再说明一次，让人家这么灯在那边弄，是我们的车，好不好？好，引擎室啊，开看一下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看这边也是呢，这边也这样的呢。这是怎样啊？都裂开了。我猜这个哈、喔，之前应该是被把风吹还是什么往后，所以以至于这个把这个切断，引擎盖的这个有没有？这么有力哦，然后呢，连带的前挡破掉，所以换前挡。我这样分析 ，OK 吧？
可以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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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等一下，我汗滴到眼睛，好酸哦，好咸哦，活像一台泡水车。怎么变这样？我先说，再没泡水，我们把它保存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店里面没有淹水，放久了它就变这样。这车还要救吗？但是哈，我们还是很尽责的，看了一下它的螺丝，好，引擎盖还是原厂的，好不好？这边旁边也都是原厂，都没有撞过，包括避震器上塔。好，另外一边也是，可以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漆的颜色哈，我可以跟大家保证，一定是非常自然，自然到都成为生态环境了，够自然了吧？它有救吗？还要再救这种老车吗？引擎室很干呢，都没有油哎。对啊，你看都没有油。我们那个巨哥最喜欢换的上座垫片，西门室盖垫片，这次应该不用换了，好像感觉。给我们小陈弄到气门室上盖垫片都一定要换，所以他是可以号称气门室垫片杀手。打台告小陈家都卖瓦气门室垫片，没有，其实是因为气门室垫片是最容易发现的，它最首当其冲，温度最高的地方其实在上面啊，反而下座比较少机会会更换。有啦，有底壳垫片其实也蛮容易的，最上面跟最下面都很容易。看起来是没有漏油，但其他机件我看也不行，你看这皮带。哎呦，那还转得动吗？停止转动 ，Oh baby， 我怎么知道？嘎，我的汗一直掉在眼睛里啦。先看一下板件，你看，门还是 OK 的，前门是 OK 的。你看一下这螺丝，还很漂亮，叶子板螺丝也都还很漂亮，这漆都还很漂亮。后门螺丝看这边，哦，每一颗螺丝也都没有转动过，也都没有转动过。来看一下，它板子还在啊，不错啊。后面的盖子。也还是原来的吗？干，好像拆过了，拆过了。你看这边错位了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有胶啊，这个、啊、硬胶啊。他有没有换过啊？随便的，让他换过了啦。干，还 OK， 没有撞哦。底板、后排板，这个叫后排板，然后锁保险杆的都叫后排板。还蛮漂亮的。那个气味。你看排水沟好恶心哦，你看。我靠。那有蜘蛛丝蚂蚁啊，蚂蚁都住在这边了。这里真的生态圈哎。对，他肩负了全家人的使命，他要出来找食物了。内装，我可以不要进去吗？可以啊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还不错，排长还蛮 Q 的，这个大小很适中。我是说，握起来很适中，拍起来很适中，对，还不错。来看一下几公里。145,081。好啦，这台车呢，本来是要报废的车子。这那时候哈，换车我记得是跟客人换50,000块钱。不过我也坦白说，当初客人回来车没那么惨，当初客人车回来是还可以开的状态。那是真的，我们回来给人家放太久，放到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都忘记有这台车。然后我最近在盘整车，看我们的车单，刷刷刷，怎么这台车？然后我才抓来问，原来我们有这台车，结果。好不容易找到他，他变这样了。这个不是在炫富啊，我们是真的，这车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放到忘记。基本上呢，他前面两个叶子板都已经挂了，引擎盖也挂了，所以我相信这个车的零件也不会难找。不然我们就试看看，找看有没有沙漏的板件来换。还是抓一台来跟他配，要不要？店里面应该还有 Focus， 不然我们两台配成一台，你觉得如何？融合哦。你知道是什么动作吗？七龙珠那个、啊。不然我们找一台车来融合，要不要？利用这一次的机会，好，我们做一个开端。这台车子呢，这个去跟柯P讨论一下，到底要不要整理，好不好？叫柯P来，叫柯P来，柯P。他说不要嘞。对，柯P呢？柯P说不要，就是不要。女孩子说不要，也是不要。不管谁说不要，就是不要，懂吗？你不能跟人家说下次再说，我今天先放过你，干嘛要问这样？最近才去出庭呢。不是我我说别人呢。不是我你刚刚进来加要个经历不？要个经历不？手牌呢？手牌就看到我靠我的鸡蛋。伊这叶子板这嘛离开啊，你看啊，托臂板啊嘛拢烂去啊，恁看嘛拢规个拢变去啊呢，你看我看了你看，我拄好看骨烂个袂歹，无浪费啦。为什么会这样哈？它这里为什么凹下去啊？你看这边两边应该是斗漂轨吧？你看。跟我讲的是不是一样？不然店的够 focus 的车不？咱找一台来改退社会，合作一台，合作一台，好啊。
看到没有啊？柯P是不会说不要的啊！你刚才觉得柯P会说不要？哦，是哦。你不来情况啊，柯P说不要了啊，就结束了。哦，那这个大家就期待啊，我们就直接想办法处理下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去我们的茫茫车海里面去找看看，还有没有被我们遗忘的 Focus？ 再挖出来，嘿，挖出来跟他一起配。你要放新的头？不要，比我你看尔啦。哦，比我看尔，还是要改三两个头？好啊。没有了，我们 focus 很多了。嘿，喜美，今天喜美的。哎、欸，要去加，要去加。加不？找到了，可以吗？就刚吗？这也赶快的吗？嗯，我刚。可是我们要挑战，这是2.5代，2.5代茶叶多少加？刚那个灯是这样。哇，好嘞。哦。啊，这个，嘘。哎，因为我要换了嘛，干脆换这个就好了。这个都要全拆的，要引擎盖、左右叶子板都要拆下来，有可能水箱架要稍微弄一下。不一样、啊。对。哎呀，你换了较新型嘞，2代变2.5代，多了0.5代。好，决定啊，就放这台了啊。没有铅笔，没有蜡笔，我要问一下，就是这一台。好，我们找到了，把它拉出来。哎，这根棒子怎么用？特斯拉看到不？哎嘿嘿，干爹又来了。哎，上次讲过了嘛，好打，好打啦，就是这个。哎，我上次用的萤幕保护贴还在用，这次要跟大家讲不一样的，这个。没想到他既然跨领域到了这个汽车产业，他出了一系列特斯拉、保时捷。我跟你讲，保时捷你们一定说为什么没有我抬杠，对不对？还在研发当中，以后你们就有机会看到干爹赞助我的保时捷。好了，所以之前介绍过就这个 HODA AR 抗反射保护贴，这次是车用的，他一系列的高级车都有，可以上他们官网去看。为什么我两个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一个是亮面，一个是雾面的。主要呢，它是在各种光线之下呢，都不会造成反射。你知道车子里面最多光线了，所以它可以在各种强光光源之下呢，它还能够维持你萤幕鲜艳的表现，而且它有宛如裸机般。我请沙利拉的那种触感丝滑，你知道吗？丝滑，而且啊，它有抗污涂层，你不容易留下指纹，而且呢还可以清洁方便。你像我现在台港上面新车贴的膜，我还不敢撕下来啊，一样就指纹啊，那刮伤怎么办？对，我要等他们做好啊。而且它还有强化玻璃的加工技术，它可以抗磨损，不易破碎。它不只保护你的这个中央萤幕啦，干净、清洁、好整理，而且还可以延长它的使用寿命。我觉得。这个贴应该很必要吧？现在大家车上都是配平板的，你的手机常在滑，你都要贴了；车机也常在滑贴，而且车机比手机又多一个，除了这个耐用以外，其实多了一个反射，所以你用这个去贴啊，比较不容易在白天的时候，哇，根本就看不到里面。看不到。对，然后晚上太亮之类的。我这次要贴的是雾面的啊、哦，它有分雾面跟亮面。那我是比较用习惯雾面的，我会觉得这个触感比较丝滑的触感。话不多说，那我们就进去实际的贴一下，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For Tesla Model 3和 One S 一样的中控萤幕15寸，喂，打开，其实跟手机很像，这是手机的加大版。啊，里面就有一个这个保护贴、清洁包、擦拭布、清洁纸巾，还有这个除尘贴跟移除贴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车上贴更简单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车上门关起来就不会有人。这边有教学，然后这边有 QR code 影片教学，其实我不用看我就贴好，看一下这个触碰，延长使用寿命，而且呢不易残留指纹，你往肩膀都抹指纹了，然后触碰也很灵敏，我觉得这种雾面看起来更有质感，抗强光不反射，你现在强光打下去，哎、欸，我这样看完全都没有反射，你反射就可以看到我页了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没有啊，对啊。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干爹 HODA 车用 AR 抗反射玻璃保护贴，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到下方的资讯栏。里面有连结去购买，而且还有可以输入我们的专属优惠折扣。首先，你要有一台特斯拉，不是、啊、不行、啊。HODA 赞 ，HODA best is what suits you。刚刚好啦，今天剩我一个柯P放假，所以我今天先来把可以拆的先拆掉。现在我会拆，我大概只知道灯吧，大灯，还有这个。这个我好像拆过，其他我就不确定，上吧。今天我能做的就这样，大概是这样。主要是弄的人也不在，然后
收尾的人也不在，所以我就先能拆的就拆到这里，接下来就等客批回来再继续弄，拜拜。欸，蔡山，你都拆了，为什么不干脆就拆一拆就好了？我不知道拆哪里啊，拆哪里？我能看，我能拆的我都先拆了。铁牌交换了啊，够快了吧？他没有牌啊，没有牌啊，铁牌换拐了二啊，怎么进嘞？引擎盖你已经拆了嘛？对，保险杆一定要换嘛，保险杆拆，叶子板左右，好，引擎盖，可是这个有可能要换嘞。那是什么？水箱架。水箱架啊，水箱架可不要交换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二代的锁一支，我记得2.5代收冷机啊，反正不管了，我先拆了啦。先拆看看啊，遇到什么就拆什么嘛，这不是那个 DIY 名媛吗？是哦。破气你看哦。有啊。这就是安尼，可能风吹倒凹破气啊？为什么会破气？一般的车不会破气，一个有啥会破？因加速几下，加速几下螺丝，所以就定的，伊袂叮当，所以破的。这就是说办法呀，好多只哦。对啊，从下面拆的。对啊。这里哦。啊，好钉埋铁啊，丢清。对啊，我是觉得顶起来比较好拆吧。哇，你讲是不是延期？这拆掉就变成那个，哇！啊，那这个就有胶啊，拆下来胶都不见了。哦、嗯。好了，好了，反正好了多少？哦，今天有一支诶，我拉不出来。哇，胶。胶是几？嗯，要几？嗯。其实你看哦，它锁的，你看这样动不了，我已经松了，全部都松了，这一支枪就卡住了。车路得记得录用，它保险杆的话，然后把它拆了。你看，麦铁啊，换。这一支不好拆啊，这是怎么拆？这里还有一支。那边有一只三只，拆下来了。对啊，整个连叶子板一起下。有够懒的，这个很难拆。你来这边看一下，不是我懒，因为我拆叶子板拆一颗。你看，我拆叶子板，它折这些收起来嘛，你啊。嗯。这个半板要做几支啊？加起来，一支，加起来，两支，加起来，三支。我已经拆拆一支，这支拆好啊，袂乱。这支我有拆，拆一半。嗯。后来这支我拆袂掉。嗯。啊，这支是要哪拆？我嘛看无咧。伊爱滴会手安尼啊。我靠，伊现在不晓得设计的不是很人性化。水箱架要拆吗？我们去拆完过来看看，再看好了。把大灯拆过来就知道了。来，我们去拆大灯。不用咧。不用吗？水颗而已啊。还只有一颗。那水箱架可能不用拆哦。那应该是轻松了一半哦。Focus 灯真的是世界无敌好拆，现在难拆的是这个东西。干，那也难，是难拆。你们不知道它的构造而已啊。我不知道。好，拆掉。我歪踢啊！哦，干，再去干。来啦，我来搞啦。虽然这个车应该较少啊，你看这个构造就是爱安尼，你看爱安尼。哎，是有啊，你看到，迄个翘起啊，看到翘起啊，有啊，大家拢无翘起啊，你安尼甲编落去，伊就断去啊，很多都是拔坏掉了。问题是它久了，它你这样一敲，它就碎掉了。哎、欸，你看，竟然整个标拔起来了，它就碎掉了。你看我没断啊，好吧，走吧，往这里拆走。好，改好了，改好了、啊，你有看到吗？国王的新衣嘛，我看你有看到吗？你看不到，那你不够聪明。所以水箱架不用换，对，不用换。我在跳追星，无为不为，麻烦啊，好吧。好的开始就成功的一半，接下来把它移过来装上去而已，这么简单。这个有天窗，你看天窗最早加出来，你知道？嗯，我不知道。我按加了。最早的加，这是天窗的最啊。哦。啊，这些后盖的，有些人把它剪掉，剪短一点，洞比较大，流的比较出来。嗯。才不会这么哇，这我在想这一坑也大起，哇，垃圾灰尘拢滴出来。
那可以的话都尽量都换换它的。来喽，别倒啊！我们先大概装起来啊，细部的时候我们再分解。因为正常来讲是要这样嘛，可是因为这那一带的是这一只做弯的，你注意看这一只这样弯过来，所以那不准。这边它设计没钢，伊完全设计你家，一记流的垫片啊，那它都要去收那块，对吧？可是因为我现在那一带的是两个都是大圈圈，所以要靠这个。哦，都好大。对啊，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那一个是差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老西。你刚弄不注意看，我头有刷过呢，就是要这样切啊，缝要一样大，哇，安尼切，是 beautiful。啊，再来就是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这里不够，所以我们要做加强，结构加强。嗯。啊，第二个，还有下面呢，原本是锁这里啊，到时候这一个要做一个这样哇，锁一个锁这里，一个延伸下来就这样呢，哇，安尼讲话说安尼。伊只个好锁啊，该调，安尼比较油，安尼该用，不你即卖害嘛，还锁安尼。好，现在要来装保险杆。来。来。对啊。上去了吧，有无？睡吧。可以了吗？可以啦。哦。没有那种不行的啦。所以 focus， 它保杆就靠这边连。对啊。它下面就下护板那两个扣起来。就是那样的啊。好大。这样就很强了，好不好？你这个安尼是叫人安那锁啦，啊，会使吧，密合度会使吧，好，换另外一边。Yes， 快完成了。加水就是。对啊，好了，我们完成了。我今天像不像黑人的手？不像，黑人的手是白的。好了，耶、yeah, ！你看、哦，彩虹都出来了。彩虹，哇塞！对啊，好，但是这个我们把那个2.5代改到2代的车头嘛，其实。没有经验还是有差啦，现在有经验了我就会了，拔下来的东西都引擎盖两个叶子板水箱架不用拆了，就这样就可以直接过来的，就有几个东西锁点不太一样啦，二代在这里哇，绣花波钢啊，旁边锁的方式也有点不一样啊，这个可能就要加强一下啊，这个到时候我们就是如果不行就是用叶子板，可能如果比较大或怎样可能就用这一个就拔过去而已，到时候那个就拆掉这样就好了。啊，你要先拆一下，现在你看又下雨，你看都彩虹都出来了。好啊，弄好了就大概就是这样了，这样子过来了，车头都直接移过来了啊。对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它的灯不一样，看那里塞嘞，好像啊不一样，有一点不一样啊，一样，因为它也是锁这样的，锁上去就好了，锁点是一样的啊。这个到时候就烤漆他们就自己会弄的，这边就大概就是这样的啊，这其他的烤漆就会弄了。对啊，这边就是我们分享到这边。应该现在还有很多人会改吗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如果有改的刚好有受用就好了哈。今天就到这边了，耶、yeah, ，OK， 订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，耶、yeah, ，拜拜。然后先急转弯，如果你今天已经跟外面的小三做好了，回去老婆又找你要做爱，猜一个成语。2.3你记啦，不是、啊，就是你是对不对？公司的高级主管叫才干过人。才干过人。还有，老婆生的，就是隔壁老王的种，叫什么？也是成语吗？准女啊！我干，好深奥、喔，深奥，喜获麟儿，喜获麟儿，喜获麟儿，哦，EOS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。
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 Ferrodo 百年欧系煞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